少不少。到这里他说前面排的那个。小白呀。啊。过来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老妈。老妈。啊，我帮你救救手机。我闲得无聊，我要跟你打一聊天。快，我帮你救救手机。你看了吗？你看到下来了。什么宝贝贝呀？什么宝贝？你睡了吗？你居然睡了！你知道这个我在干嘛吗？我在我们小区楼下横风无影中拿着我的。这里的电都不开了。隔离带，这样损失蛮大，租金的损失。小牛电动，小牛电动，应该没有的，补偿不了。那他补偿的话，还要补偿员工工资的，对吧？再补上饭钱、交通费，按照面积来分，是吧？面积来分。好，这里的老大爷们下象棋也没地方了，象棋也下不了。对啊，就地解散，只剩下一个看护的人。就地解散。哦，这样子一圈，那工商银行开门了，前面那个工商银行。啊，是这样。这里面还有猫猫狗狗了，宠物店。带走。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和你。门口快递倒好多，堆着，也没人拿。哎呦，共享单车变成了这样，充分利用共享单车。那工商银行也没了。对啊，都关了。
第二次。望湘园右边，喏，栅栏你拦起来，这就是隔离的小区，六七层。望湘园倒生意还开着，隔离门口标配一辆警车。警察叔叔，还有护士姐姐、环卫伯伯、送菜阿姨、外卖小哥。哎，对面是阳金中学改造工程，可以再建。哦，改造以后是这样的，上面应该全是花园。改造以后。看到没？市级重点学校，市重点。哦。工地重建，拆掉以后。钉上了吧。啊，对，人也钻出去，是的，一颗想出去的心。有什么事打我电话，我来帮你，知道不？什么？以前什么？就是皇宫里高高厚厚的。城墙、禁闭、座位的颜色，对应着他们身上穿的颜色。绿色马甲配绿色凳子，走。这个是咖啡色的凳子。哦，对面黄了。他坐凳子的小板凳。哦，这个椅子舒服，这个皮的，那个塑料的，看到了。一个皮的，一个塑料的。这里北风，好了，穿不过去了，本来能穿过去，没了。